我只能点个头。好，同志们，我们的第一场扫楼结束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第二场扫楼啊，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。我们现在在路上。下一个去哪里啊？哦、去欢城那边。欢城要走吗？不用，走路可以到。欢城多啊，我们需要等一下。开走。等一下，我们准备去下一场的直播的地点，稍等一下，有点远。走吧。哎呀，直播老师你应该跟着呀。好，我跟着跟着跟着。走吧。白岛的虚城的汉字过来。现在上午拍一个镜头对吧？曹军，曹哥，品牌就是我们宣传。嘿，这里走一走，这里走一走，这里好好走一走。然后这段距离稍微会有点长，正好你们也可以参观一下我们这里。但是呢，我们会走下面一条停车场，会飞驰两串。啊，那太好了，两边。哎，摄像大哥。主播倒着走路。倒退。注意点安全。没事没事。还有很长时间吗？有点长。这边。接欢的是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在电梯上，电梯里面。有点小。哎，下面的粉丝在互动。记得观看离人心上，谢谢。记得观看离人心上。不知道还有没有信号了？
再说两句。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。对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啊，联系上的师傅要找一找，是吧？一定要多推一下我们离人心上。对，离人心上可快要好。哪里还要拍呀？要吼一吼，好不好？哪里还要拍呀？应该可以，我先下去先看一回。那你觉得？啊啊，对，你这里拍，我们这里拍吗？这边还要拍吗？直播效果挺好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走路走路走路，我们走路就可以到。好，这条路有点长，主播再来上演一段倒走路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逆光拍摄。我们就好好走路。在这里补一下镜头，我们可能因为时间原因啊，我们待会儿那个下一场扫楼可能取消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补一下镜头。大家可以再看一下，我们直播马上快结束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直播快结束了。因为待会儿他们要去赶火车，要去赶高铁，他们要去赶高铁。欢迎不要直播。你给什么啊？有提问环节吗？这个没有提问环节，我们今天只是直播一下扫楼，没有提问环节哈。好，好，来过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要来了，包治百病。睡不着，送你大头。OK， 好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好，收麦。好的，我们开始了。后面就不开了，是后面不开了。没有，后面就只能剩下头。啊，我去找大成给大家说一下吧，给大家说个再见，好不好？给粉丝说一下，给大家说一下，结束了我们的直播，好不好？再见，然后记得去看《离人心上》，好不好？记得去看《离人心上》。答应我，好吧？别骗我。夏天看《离人心上》有一种解暑的感觉，冬天看《离人心上》有一种
暖到你心坎里的感觉。对。OK， 我们再叫我们的女主小姐姐跟大家说一下。我要去看美颜了，拜拜。大家拜拜，宣传一下我们的剧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《恋人心上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，拜拜。OK， 那你来，OK， 同志们，我们的直播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来，我们再看最后一页，好，最后一页。好，我们倒数，我们倒数五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